2月23日，前香港小姐冠军陈廷欣卖名师及一众候选佳丽，在红磡出席2019国际中华小姐竞选的星级特训活动。哎，这个动作，我哋俾几张朋友影下相先啊。7, 6, 5, 4, 3，我要记住动作，根本就容易。经过一番苦练比拼，最终由11号谢小颖和4号王慧媛获得体态奖。早前踩单车出意外的麦明诗表示，伤势已无大碍，只是目前两个肩膀仍留有明显的疤痕，幸好哥哥是整形科医生，有专业支持处理，不过就很内疚，让父母担心了。因为始终，伤在我身，但是痛在我妈妈的心里面，所以，我因为爱上了骑单车，我希望之后还有机会，但是会看有一个比较更加安全的方法，让妈妈、爸爸妈妈不用这么担心。提到林秀怡跟某一女演员打招呼被当透明，并有人质疑那个女演员就是麦明诗的新闻。今天麦明诗本人在受访时就对此进行澄清，指秀怡呢就是说她曾经跟一个同居的女演员，然后那个女演员没有跟她打招呼，然后那个女演员跟她在剧里面是没有很多对手戏，但这个人呢就一定不是我，因为我跟秀怡呢在我们之前的剧里面是干的法官阁下，里面是有很多对手戏，因为我们在剧里面是最好的朋友，是 best friends， 所以我就好不幸运的被大家误会是以为是我，但是其实不是我，所以我也不清楚他是说谁了。活力嘅一张相，今日就系咧，俾大家见到就系我哋国际中华小姐有活力嘅一面啦。Simple, the first one, 1, 2.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